这里是观光通。在观光通里面吃早餐，然后这是吐司，这个不知道什么，然后点了一杯豆乳拿铁跟一般的拿铁，这个里面是 cheese 加鲔鱼，好吃吗？还蛮好吃，热热的，就是刚烤好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发现日本人真的很喜欢吃厚片吐司，然后抹奶油。我觉得这就是想象中的味道，没有什么就是特别的地方。热烈欢迎我下雨们！我们来到眼镜桥，可以看到就是在下雨，很烦，害我没办法漂亮的拍照。然后旁边放了很多十二生肖的那个图案，很可爱。这边应该算靠近中华街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有很多中国装饰品，灯笼啊什么之类的。下雨天，我们派出一位勇者去拍照。下雨天的新地中华街。午餐吃的是这一间附近评价很高的土耳其料理。下雨天，然后也逛了差不多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来吃这边的土耳其饭。店面小小的，座位不多，然后这间就是评价很高，分数很高。我们的饭来了，这个是很有名的那个土耳其饭，你可以看到它就是有饭又有面，就是有点是 mix 的组合。然后这个不好说，我的是以面为主的，旁边饭在旁边，然后它是有附沙拉的。这个饭呢、啊，就是有点像炒饭，然后这应该就是红酱的意大利面。上面这个我们选的好像是 chicken 对不对？鸡排，对。然后应该是，就是它的味道是比较多样的。然后建议可以加这个 tapasco 酱，可以让它的那个味道就是更丰富一点。它这意大利面的味道啊，那个酱汁扒面条扒得非常的紧，所以不会水水的。然后这一间店的分量我觉得还蛮多的，所以如果你是食量比较小的女生，可能我觉得啦，这点这个应该会吃不完，可能要点像我这样子的比较 OK。 这个有点不知道是什么耶，感觉像马铃薯泥。大肉卡肉卡，它里面是像这样子很像马铃薯泥的东西，很酷耶。我们来买长崎蛋糕，文明堂总店啊，就在我们饭店的旁边。OK。然后它有很多选择，像我们自己吃的就是买这个小条的，小条有三个口味：巧克力、原味跟抹茶。然后我们还买了一个大的，因为它保存期限还蛮长的，所以我们决定带回台湾。对啊。通车的可以缩短长崎到博多的通车时间，最快就是1小时20分钟可以到。那我今天要去熊本，所以我就是要搭到五熊温泉，然后转接力海鸥到新鸟栖站，然后再换另外一班的新干线，好像是樱花99吧，就是到熊本这样子。那我买的是 JR Pass 五日券，这样子昨天搭一趟新干线，今天两趟新干线，基本上就已经
快要回本了，剩下因为我还会搭其他的 JR 还有游步院列车，所以其实买 pass 券真的很划算。有发现我又换车了吗？没错，我现在在接力海鸥上，前朝转乘九州新干线樱花557。为什么这台新干线没有放行李的地方，只能这样卡卡的？